钱。给我看看。来，姑姑高兴的念钱，好不好？好。好。好。你给我看看还是不做？好。乔儿。乔儿。乔儿。再发一下功力。再发点功力。再弄跑。很家伙，可以。看我把你打小兔子吧。那你那个功夫还不到家呀？嗯。你连搓不走啊？搓不走就喊姑姑帮忙啊。姑姑，你帮过来，过来喊我姑姑帮忙。好，翘起来呢。嗯。我去。好。姑姑的功力强不强？强。强啊。慢点啊。乔儿。乔儿，姑姑问你啊。嗯。你跟谁过行呢？我跟姑姑行。你跟姑姑行呢？没。你问你姑姑弄着。我们不弄的，乔儿，你养的貂在哪里看的？貂在山上呢。我只看到那边有羊吗？我没看到你的貂吗？乔儿，嗯，乔儿，你看姑姑今天带你来放羊，你看后头啊。嗯。你要把你的貂看好的。嗯。你的貂把我的羊子搞起走了，我就杀羊子的。把羊子割了，就养羊子包子吃噻。吃羊肉包子啊？那你蛮会想吗？嗯、我们搞个貂肉包子吃行不行呢？啊，能让还钱的，哎，我走，我们去赶羊子来。我把我羊子，你那么说不放心，把我羊子赶紧回去。走，快跑，预备备。此时我真的决定离开，远离那些许久不懂的悲。